贵宾的莅临这样，实在感动说不出话来，就诚如我本人一样，一本忠心为大家服务这样。对，所以今天跟我的太太，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我的生母生父，在我右手边就是我的丈母，丈母娘和娘爸。大家应该国台语都 OK 了哈，对，英文也没问题哦。我们有东吴英文系的同学支援，这样，掌声哦，谢谢。那真的很高兴，谢谢大家的莅临。那大家尽情的享用，那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谢谢。拿杯水酒。啊，对，王姐，大家介绍这么久，事实上有一位灵魂人物在舞台上，灵魂人物就救老师，他不是全北投最好的，他是全台北是最厉害的 The player。这个是我教他讲的，不立下，这是我教他讲的，所以一定要讲，不讲的话，我等一下给他难看了。对对，不讲的话，等一下出去那个费用就不知道多少。这个呢，新娘的意思呢，新郎的意思现在就是希望借一杯水酒。大家也把酒水拿上来，他想借这一杯水酒，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希望感多感谢，感恩知感，感恩知感甲听堂，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的光临，这是我的朋友的意思啦，不是我的意思，哎，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喝了吗？谢谢啦，谢谢拍谁拍谁。刚才那家，先等一下，没关系。我说刚才，等于刚才摄影有 NG 听得懂吗？ No good， No NG 就是 No good 哈， No good， 不用得了， No good 哈。如果说照的不好的时候，就告诉我 NG， 我们就重来，好不好？以便消耗多一点，新郎出钱啊。请问新郎？今天有什么除了致谢词啊，请家喝一杯酒之外，有什么特别的贡献，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要想表演一下？按照惯例，由主持人决定。按照惯例，由主持人决定。有听无？有听哈？歹势，我还没吃饱哈，所以讲我即马袂歹哦。听说新郎啊，英文很棒。但是我不考他英文的，考他英文，哎，我们要考验他的是体力，对不对？体力好不好？体力不好，对不对？怎么照顾太太，对不对？大家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58岁了嘞，体力还这样子，大家不要怀疑我58岁。我们只有一个请求，你抱着你的妻子。Around the world， 这不是世界哦。Around， 就放 whatever， 你就抱它绕一圈就可以了。但是要用最亲密的动作告诉来宾，一圈就好了。再绕一圈，裙子掀倒了不关我的事啊！谢谢。抱起来，小心，拍死，对不起，这个是我们故意错误的示范，我们故意的，绝对是故意错的示范，对不起，但是正式的，所以说，绕一圈，亲，绕一圈，亲，小心不要再摔倒，好了没有？NG 好了没有？还没有的。NG 了。我一句只有3分半钟而已。NG 了。Air 挺起来了，他飙来了。刚才新娘的爸爸有告诉我说不要整他，我说没有啊，就3分钟而已啊。可以吗 ？Try one more， 再一次 ，Try again。比肩头啊，比肩头，帮他拿起来。随便，你跟着他转哈，尽快摄影好一点，不要 NG 哈，一次给他搞定啊！开始 ，Yes， 亲一下，我紧张啊，
跑了没有？跑了没有？跑了没有？跑了没？跑了没？不啊，我们不。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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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哎，麦克风借一下，麦克风借一下，麦克风借一支就好了。这样啊，男干哪里男音？你帮我介绍你那位贵宾要来支持的。我们现在请大自然户外健行会会长王会长上台致谢词。也没关系啊，那你们就不要动了，接他上台。啊，会长，你看这一对新人刚才表演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啊，精彩无比，精彩无比，掌声鼓励啊！好，请会长讲点话。大概有史的结婚这个场合有这样子，可以这样捞一千就可以划一下的这个场合也很少。首先我代表台北市大自然户外健行会以及我们的山友向新娘子新郎官祝福祝他们两位恩爱扶持到老。新郎官江天福也是本会的高山义务向导，这个义务就知道，大家知道像类似我们社会上设一些志工意识一样，付出不求奉献的，他为人热忱，那个尽职啊尽忠尽职哈，那肯牺牲负责，所以这个在96年的事业，我讲这个有一点拉一点关系，96年事业新郎官来带领本会的一趟南湖高山活动，这个在这个活动之间因为山友认识了他，因为就欣赏他，然后就这样子牵引砍来砍去就认识到我们这个在这个义友网服务的赛野家不能讲赛野家，对不起太冒昧了，应该讲何一温不过没关系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的使然，然后双方互济慧眼，所以今天才成为我们大家祝福的一对最佳的最棒的鸳鸯舞伴我们再度来祝福他们这个人台语有你讲有你讲讲了真无唔对，就讲娶一个好某，娶一个水某啊，较赢三个去工作咱这个可能一个是一个嫁就好咱这个新娘子讲无油煮菜买汤这个结婚了后咱希望伊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再度大家交滴滴咱祝伊心相惜祝伊心相惜结婚了后希望两位咱阁继续伫这个大自然登山会来服务来义务啦锻炼大家进入这个大自然野外进入大自然阿婆在你的事业你的公你的当修理工修理器的公司，我现在有了发现当然这个何一温一定会来鼎力的帮助业，这个精力蒸蒸下不高发展所以讲蛮期待，蛮希望阿唔通放弃就叫阮接上这个野外咱我一句话讲打草机是好事祝福因两位好，感谢大家好，谢谢。非常，然后呢，他带着新娘下去，这你们可以下台，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好，去洗澡。掌声，谢谢。等一下。
我来一起，我干不了。哈哈哈哈哈。